太阳去喽。在这说吧。开始吧。啥呀这又是。这啥呀，这什么。哎呀，指压板。指压板。我的妈呀，顶级的好竹笋呐。哎呀，和平安木兮，十一我心一身金酸奶压压惊。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参观已经感受到了南宋的建筑之美和文化之美，也体会到了浓浓的宋韵气息。宋朝的文人雅士惜字如金，总是能用最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最动人的意境。接下来各位要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赛就和语言表达相关。哦，惜字如金。两个社团依次进行挑战，负责描述的四人分别只能用一个字、两个字进行描述。十万米鹤平凡。其余两人负责在高台上答题，屏幕一旦展示，高台的木板就会开始缩短，答对一题记一分。来吧，你先来。行，你去吧，好，体验一下。到台子后面啊，职员，您从后面。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啊？不应该在前面吗？他们要从门里出来，直接这么走上去不行吗？也可以，要有点仪式感。哎呀妈呀！啊，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吓人，说实话。浩浩，你先蹦一下试一下。我先蹦一下。你感受一下。你直接这样跳下来，来，我们三二一起跳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弟弟还是年轻了呀，被张真源叔叔骗了。张真源，你都当叔叔了。我已经学会了。3、2、1。我们这是要一直猜，猜到掉下来为止。对，那猜不到呢，就眼睁睁看这俩人掉了。这不管怎么样都得下来。是的。哇哦！来吧，惜字如金，文艺社第一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开始。文。快快快说呀。治河。啥？治河。道童，请出题。你说。味儿。味儿。长沙。长沙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治河是啥呀？文。治河。啊，文字盒。妈呀，你们都要被捡到 Z 世界去了。好了，来，哎呀，下一题。鞋。周深。周深。个儿。你都带儿化音，你这都俩字儿。变长。增高垫。增高垫。前面三个字我都猜出来是什么了。我不是根据身高想出来的，真的。你最好不是根据。来，下一个。吃。皮冻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皮冻。皮冻就往猪那儿引呢。狠。鸡腿。鸡爪。猪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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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猪蹄。猪蹄。刚好你对腿部很了解。腿部是他的统治区。这又是他的统治区。又是你的统治区。腿。腿。好。黑宝。黑宝。丝袜。丝袜。绝了！猪蹄，丝袜。不是，他这能老沙都这样了，已经。黑宝，丝袜。
个都已经，这是你比划我来猜了，已经。那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啊？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啊！天哪！你们应该没看到吧？天哪！姚 PD！ 天哪！没有看到姚 PD， 怎么会看到呢？我们应该是没有听到吧？来来来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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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很难。马。他们还在动。快点，他们要下去了。戒子。啥？戒子是什么？东北话。戒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没了。快点，空。纸尿布，差不多了。纸尿布，接近了。马桶，瓦，老杨，老杨，什么啊？开裆裤啊！开裆裤，我也没瓦，我咋知道有这玩意儿啊？戒指是什么东西？东北话，就那个小孩儿，太东北了，真没听过。恭喜文艺社第一轮答对四题。你上去。我觉得顺序应该换一下。我说一字吧，会说的说俩字儿。我觉得你最会说了，那我就俩字的。我争取我这儿就差不多了。一个字。文艺社第二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哦啊，那个滋啊，滋，东北烤串串烧烤。我想说淄博。淄博。下一个，快。这个男人水。杭州。西湖。菜。醋鱼。醋鱼。厉害，大哥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下一个，哎呀，鸡脚辣，酸辣鸡爪，快了，酸辣鸡爪，快了，酸辣鸡爪，不。芥末鸡爪，五谷凤爪，别的做法，虎皮尖椒，哎呀，多说几个，芥末鸭掌，酸辣鸡爪，酸辣凤爪，芥末鸭掌，五谷凤爪，很有名的，五谷凤爪，差不多，酸辣凤爪，不是还有什么味儿？辣酸，泡椒凤爪，对，泡椒凤爪，停，这里20个字有了吧？我已经躺不下了，没有地方了，还能答三题。下一个，看。干什么？是我。困。睡觉。牛。出声。那个啥。出声。打呼噜。耶！打呼噜指我干什么？我不就在车里。来，继续啊！动作不行啊！长唱。我的态度太多了。演员，歌手，综艺咖。三个字。范丞丞三个字。真讨厌。真讨厌。这你们都不知道啊。小孩子。快点。抢镜。抢镜。谁也包。
这谁也不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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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？准备吧，弟弟。来来来来来，最后一个了。硬。嘴里。坚果，坚果。嘴里。苹果。嘴里。苹果。虎牙，蛀牙呀！哎呀，虎牙，这说白露不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五。还是不了解大家，不了解，舔眼包猜了这么久，我确实没想到。刚才沙哥和凯哥一共猜对了五题。走吧，咱俩去吧。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？不是，你们得说，别犹豫，犹豫的全是那时间。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真源。我是真着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说说不能演，说说呀。那个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是真着急，我老想用肢体把他手绑住。就爱唱跳这一挂。文艺社第三次挑战，请看题。啊！怎么了你今天？啊！张真源。蹦。蹦。开始了。只能说，只能说。说呀。说呀。好的。爆米花。哦，哇，你怎么知道？凯哥在旁边都急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这样。弟弟，等他们组上的时候你过来。吵的，你说个电影都行啊，吵的。吵的。继续啊，请出题。洗，挠痒，头皮。头皮屑 ，yes， 头皮屑 ，yes， 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这女孩，头皮屑 ，yes， 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老调，歌 ，F 四，三，流星雨，哎呀，这位置真烦，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，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。真源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适合体育组。我去，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，搞体育吧。我适合，再来一局。快快快！哎呀，又知道了。这不行。他又开始了，给他发害怕麦去，不能理解游戏规则。赶走。驱蚊香，烧，蚊香，滋啦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，哇塞，你也开始了，滋啦滋啦，他也开始演，你也开始了，这么爱唱跳，这么爱唱跳。文艺生就这么爱演吗？滋啦是什么？这么爱唱跳，滋啦都出来了。出来了吗？蚊香，烧蚊香，大蚊香，小蚊香，电蚊香。他说了，没事。我在他滋啦滋啦之前就想说出来了。不是吧？应该是我，还是跟我有点关系。哦，吐，难吃，吐，到赛点了，来，点睛，精彩的地方来了，别唱跳啊，
你说话呀。水里哇，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？啊啊，什么罐头，什么鱼罐头，什么罐头，什么鱼罐头，什么鱼罐头，咸鱼罐头，咸鱼罐头。啊，什么鱼，什么鱼来着？咸鱼罐头。刚才文艺社一共答对13题，恭喜！该你们了。我们来。大哥引起民愤了，大哥，你太能演，把那些别的节目的风气都带到我们跑男来了。来，你去，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跑男的精神。咱们这样，想不到就下位和过。你让下一个人赶紧说，不要浪费那个想的时间。不要硬，咱们体育组不要硬展示文化水平，好吗？对。体育社第一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啊，想好了啊，想好再说啊，别着急。胖。上学。班主任。不会。上学。班主任。不会。班主任。哇！有没有共鸣？有没有共鸣？我最爱我的班主任了。那我肯定想不出。对啊。当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，自行车，自行车。哦，对。打。武术，柔，太极拳，太极拳。哇！生活 is everything。天津，狗里包子。对。狗里包子。对。怎么那么快啊？高。荣浩。火跳，哇！过了，你过了，超快断了，下来吧，再来十题，我打十个，杀，头套，假发，肩，假发辫。我真服了，真无语。红楼，贾宝玉，耶！祝福，蔡国庆，太厉害了，我不要在这上面待一辈子吧。来，玩会儿吧，随便。来，你们俩玩会儿。他们俩都没有任何参与感，我觉得。他们都没有时间说话。你们俩都没有说话，来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打最后一个。奴，行了，没了。说摇 PD 不就好了？啊？啊啊！对呀，你这说摇一天不就完了？他们俩不知道。你，大黑牛，别的。能力者，大什么牛？大水牛，液体。哎 ，Ricky 都猜出来了 ，Ricky 都猜出来他是大水牛，本人没猜出来。一个字扔，分类，臭，装的，垃圾桶。对。俩，告白，写，信封，情书。耶、yeah ，情书。耶、yeah ，太有文化了，我。简单，这个简单。哇，这个好简单啊！十，万米，品牌，阿姆西，十，奔跑吧兄弟，十，过，不能过。
不了，过不了。十四，十，停牌，十四，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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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能过，不行，不能过，十，不能过，不能过，过不了，过不了，十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十，十，十，和停牌，安慕希，no。十，为什么十？为什么呢？安慕希十级酸奶，不对，十没了，不行，不能过，十，新品安慕希酸奶，不对，没有代言了你，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，完了，还好这一题不是我的。这一题的答案是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。安慕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今年他又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，每瓶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，更好守护肠道健康，同时减少了90%的蔗糖，更轻盈少负担。一起干杯，一起安慕希。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，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，好喝更有益，一起安慕希。体育社第三次挑战，请出题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张，他什么？甄媛儿，时代少年团。对，这太简单了。唱唱，东北。秧歌有秧歌，二人转秧歌。哎呦，周深，没话说，真是没话说。哎、真的，来来来，下一题。哎哇，过过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。过，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。不用不用，不用挑战，不用挑战。哎，其实就俩字就行。成语鬼怪。鬼。成语。魑魅魍魉。对。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对。哇，过什么呀？他绝对行。真厉害。太强了，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？鬼吗？那四个字都有鬼，这个可以过了，真的可以过了。不，我觉得可以。歌，祖儿，挥着翅膀的女孩，挥着翅膀的女孩。不愧是歌手。周深，你就是王者。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？漏题。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？不公平，这个不公平、啊、有黑幕，有黑幕。我从早上6点背到现在，能背不下来啊啊。团颈椎，绕枕，工具。哎，不能干嘛呢？我干嘛呢？拔火罐，挠痒痒，倒过来，痒痒痒。好，不是，请问倒过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倒过来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倒什么叫倒过来？对啊，倒过来是几个字啊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？我要补一个，我补一个，倒着。哦，痒痒挠。哎，哎，来，过分了。哎，哦，国，下轮。去哪儿？去熄火，去藏捉迷藏。匈牙利。哎，去西湖。我不会游泳。不知道啊。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，小薇。小薇，登机。小薇去西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弄吗？好弄。你说闷儿。懵。闷儿。闷儿。门牛，水牛，耕地，大水牛，爱耕地的牛，水牛耕地，李晨耕地，成语，李晨耕地是成语吗？不是，成语，成语，月，月，字字不倦，朗朗，嫦娥奔月，成语朗朗，闷儿，下来吧，成语朗朗闷儿，灵活的手指。成语朗朗闷儿，对牛弹琴。朗朗该疯了吧？
我们对郎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。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他常常你有几条命？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，就是郎朗。哎，好滑，我要滑下去，就是。啊！啊！好痛！刚才周深和小薇答对一题，恭喜体育社在这一项热身赛中胜出。厉害厉害，又胜出了，所以你们可以获得一件最终捉迷藏大赛的高级装备套装，而文艺社只能获得普通的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要抢啥呀？这马上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补货，足够的货物才能在谈判里带来更多的选择和策略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一项的捕获任务叫做货物连连看啊，两组同时进行任务，同组的两人依次接力出发，一次性一个人可以掀开两个盖子来查看是什么货物，翻到相同的货物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拿回去放到你们的桌子上，每完成一组得一分，直到所有的盖子全部拿完，那么这一局就结束了。因为是五组，我们先来抽取你们面前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抽到贴有红色和黄色标记的自动分成一组，贴有蓝色标记的就是轮空的那一组，轮空的这一组从其余的四组当中任意选择你的对手，你选的那一组也是取他的最好成绩。哎呀哎呀，实力相当啊，这俩小伙子老能跑了，自家人跟自家人这个，你们轮空是吧？够连连看，第一组努力啊，努力！啊，拿东西！哎，回来！哇，这运气！拿锅盖就行。这俩凯哥，那个是蛋，那个，哎，蛋是哪个来着？哇！啊，你又拿对了，啊。给我，给我石头剪刀布，这样都不算，你们都放回去，都回去，乱了套了。木西，哎，不对，他拿错了，他拿错了，你把锅盖还给我。没拿错呀、啊？不是，这是两个，安慕希包装，这是两个安慕希，俩不一样，有两种包装的，一个是黄金包装，小金罐的，还有一个是钻石包装的。你对安慕希这么不熟悉吗？不是，这是两个，有两个安慕希包装，这是两个安慕希，俩不一样，有两种包装的，一个是黄金包装，小金罐，还有一个是钻石包装的，俩不一样，小金罐的，钻石包装，这是两个，黄金包装，钻石包装，俩不一样，这是两个，钻石包装，小金罐，这是两个安慕希。好，继续，还给我。哇，凯哥可以。没了，八个，十四个，精彩！你记性行吗？记性非常不好。我也不行，这是年龄的问题。哎，我们俩记性都不好啊！你俩不要让我们显得很愚蠢啊！不用显。
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们俩必须干翻记不住啊，要不然坐庄了吧。在这一组的货物当中，我们每位的 MC 的情况是单屏和双屏之分啊。OK， 请两队准备。啥呀？这么不一样？哎，这是个啥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？你们这个不会玩到明天早上吧？哎，有一个一样的，哎，有一个一样的，有一个一样的。哎，这是个啥？有一个一样的。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不敢当。您拿走，哎，您拿。是个这个玩意儿，那个对对，哎呦厉害，可以呀、啊！你们是不是让的有点太过了？你居然以为我们在让？至少咱有两分吧。我是不是开过这个玉米？玉米，欧红。刚才其实周深拿了有一个两个 MC， 对，这是个啥？帽子。那应该在这，哎，不是啊。可以呀、啊，哟，涛姐挺厉害啊！对，没了，最后一个了就。哎呀，我们得着，还行四个，六八十十二十四个，恭喜两队，请入座。大哥留步。我有拒绝的权利吗？不行。为啥？我很累啊，我俩年纪大了。我们用的是安慕希的权利。请准备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虾馍片赞助播出。奔跑不怕痒，擦一下停。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。乌苏啤酒就是硬核。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。上 Z 世界 APP， LPD 正在直播陪你看本期跑男，快来部落提问吧。陈晓、陈意涵主演的《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》Z 世界火热独播中，开启美食的穿越之旅。好，到赛点了，李晨状态不太好啊。哎，他拿了什么？是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每包添加了10亿 LGG 活性益生菌。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，战斗力爆表。太强了，狙杀，冲向巴黎，冲向太空。好喝更有益，一起安慕希。请准备。哎，那个白鹿，他们俩围墙了，回来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孩子掉到天上去了。
记住了，对对。哇，厉害了！哎呀，拿错了，拿错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！螃蟹，螃蟹，螃蟹！哇！六分，不客气，感谢。是一个六，一个五嘛？那你们还是一第一。对，那我们是七嘛？排名第一的两队，每组可以获得。哎呀，这环境不错呀！来吧，粉队。这啥意思？我们是男队。各位成员，作为两家餐饮店的骨干员工，准确快速地记下顾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任务，来考验大家的速记能力。速记，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画画自己猜。每队各派出一人，将导演说的词按顺序画在数字格里。画画结束后，导演报数字。25号的答案是。换成上。率先猜出该数字对应内容的队伍积一分。鸡爪。对战结束后，计算每队总积分。会不会有的菜说出来我不认识？如果出现了，不咋画。你就是。他说出来一个词儿，你以自己铭记的方式去画。对，它不一定像，但是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就行。啊，我去吧，去吧。我的脖子。这，我先来吗？我们团队最优秀的坐飞机都算数的人。出事儿了！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飞机上被99乘8表。我来。儿哥，你害怕了？我这个，我一会儿去吃点记忆胶囊。第一轮比拼正式开始。一号镜子，二号猫咪，三号灯塔，四号瑜伽，五号针管，六号帆船，七号冰雹，八号电脑。9号斑马，11号辣白菜，12号钢笔，13泡菜，14米肠，15开关，16轮滑鞋，17毛笔，18灯笼，19电饭锅，20熊猫。21外星人，22蜻蜓，23签字笔，24鸡爪，25出租车，26大米，27铃铛，28火焰，29羊驼，30汉堡。时间到。两个人画完都沉默了。Baby 大概有20个画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持久以后就是雷同，都是脸盘子是吗？哦，孙珍妮画的很清楚哎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出题目，请问6号的答案是帆船，正确。请问17号的答案是毛笔，正确。OK。请问15号的答案是开关，正确。嗯，请问24号的答案是鸡爪，正确。请问19号答案是19号是什么呢？
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十九号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孙振宁回答。电饭煲。正确。哦，对，确实是。请问四号的答案是？不用，不着急，不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四号是这是蜻蜓吗？错误。瑜伽。正确。哦，格局要打开，格局要打开。我看一下你画的瑜伽，它确实像瑜伽。你画了个啥？二十五号的答案是出租车。出租车。错误。嗯，哥，你这干哈？你在这告诉人二十五是出租车。Baby， 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呀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。是啊，是出租车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，是的，是是的啊，是的，我们这样把序号改一下。我也想说出租车。晨哥刚才都质疑自己了。我说差点要吃药了，我说我要排本了都，排本吃药了。二十五号出租车正确，请问十一号的答案是？出事了，出事儿了。我真不知道，出事儿了。这个是，辣白菜。正确。你画的这是辣白菜，我不会画、啊。请问十三号的答案是泡菜，正确。好，最后一题啊，请问二十九号的答案是羊驼，羊驼，羊驼，正确。哦。第一局本队暂时领先。哦，也很棒啊！哇，谢谢。虾哥打样吧，虾哥不打样，我就寸步难行了。虾哥，我留到后面收礼，收礼，不是收礼，收礼。我来吧，加油加油，来吧，你来，我最后。你俩又正面交锋了。我是画也画不出来，墙也墙，墙也墙不上路。我也是，但你俩一样。我这个画画这一趴，我就要跟你证明，我们俩的 IQ 绝不是在一个层面的。立 flag 了是吧？请听题：一号冬瓜，二号跳舞，三号土豆。基本上这个想象的画面都是以圆为主。四号鸭头，五号零蔗糖酸奶，六号纸巾。七号高丽参，七号高丽参，八号延吉打糕，九号南瓜，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十三企鹅，十四油条。十五篮筐，十六棒棒糖，十七哪吒，已经放弃了。十八范丞丞，十九荡秋千，二十相貌舞。什么什么相貌舞？那个转的甩头的那个啊，相貌舞。二十一闹钟，二十二刮风，二十三打喷嚏，二十四草莓，二十五魏大勋，二十六马桶，二十七电风扇，二十八灭火器，二十九超市，三十哑铃。时间到。这是消消乐吗？大胆用方和圆，经常是几样东西同一个表达方式。这是啥？
咱们赶快就回答问题吧。这游戏主要比的是记忆力，来吧。请听题，请问十八号的答案是？范丞丞。范丞丞。啊。请问二十六号的答案是？二十六号二马桶。请问十七号的答案是？哪吒。正确。这哪吒你咋认的？请问二十五号答案是？魏大勋。请问四号答案是？丫头。二十三号答案是？哎呀，慢呀慢。你说。你说二十三号还送呢，你说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正确啊。有场外告诉我十四号答案是油条要怎么画呀？十五号答案是篮筐。正确。请问十一号答案是？我这十和十二十一十都是差不多的一种感觉。这个十一十，我想知道一下十十一十二东西的差不多吗？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哎呦，水桶，错误，垃圾桶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茶叶。十号答案是通讯录，正确。真的画画很厉害。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请问八号的答案是？程程先抢答，你说吧。你就往这看，你能看出啥来吗？我问你，俩人都空的是吧？真行啊，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？行，真棒。最后一题啊。请问二十八号的答案是？我知道。你先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我知道。你说，我听听。灭火器，正确。太厉害。好，这一题封神了。输了，咱们他们答得多。你俩上。陆白神州，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？哇塞，白多，你以后叫陆白吧。你以后叫神州。他俩三队，我画画巨烂，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请听题。一号腰带，二号音响，三号黑板，四号茶叶蛋，五号电热毯，六号美人鱼，七号冰糖葫芦，八号开心果，九号报纸，十号三弹一月，十一号鹰钩鼻，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一号鹰钩鼻，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三面粉，十四流口水，
十五弹簧，十六豆腐脑，十七黑丝袜，十八向日葵，十九胡椒粉，二十牛郎织女，二十牛郎织女，二十一小笼包，二十二桌球，二十三黑芝麻，二十四红领巾，二十五花菜，二十六猫头鹰，二十七火烧眉毛。太难了你。二十八围裙，二十九故宫，三十蒲公英。时间到。平民，平民，平民，平民。哎，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？老师他老师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爆内耗。他俩这局巅峰对决，不提示啊！请听题，请问。十一号答案是周深鹰钩鼻。耶、yeah, 坐呀坐呀，都给我坐呀，那个眼睛最小那个别跟他站着。请问十三号答案是面粉。哎，周深先面粉。我先按的。周深是周深先亮的，周深先亮的，确实是周深。请问二十六号答案是猫头鹰。哎，周深猫头鹰。请问好，我们的，你先说吧，说吧。白鹿生气了，你说吧，生气了，赶紧的，你说吧，谁呀？你说。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说。请问，二十八号答案是？哎，不能提示啊，不能提示。围水。正确。十四号答案是？流口水。正确。Nice。十号答案是？三弹音乐。正确。请问二十九号故宫。正确。Nice。 这都看出来。请问十二号答案是周深大眼瞪小眼。正确。巅峰对决。请问二十七号答案是周深火烧眉毛。请问十七号答案是白鹿。你猜吧。不急，咱有的是时间分析。有的是，这应该是个音符。三二一，请作答。嘿，丝袜。正确。耶，傻了吧，咱俩仨脑子都不出来一题。请问十六号答案是周深。这是电磁炉吗？你烦人。三二一。汤。错误。豆腐脑。这都看出来。太厉害。最后一题啊。八号答案是开心果。开心果。哎，白鹿跟周深打平，分别得了六分，蓝队暂时领先。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来。你们四个一起上对付我们五个。你不去，你快点的。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啊。请听题。叔叔加油，叔叔加油。一号刮胡刀，二号鸡飞蛋打，哥，三号眼镜，四号怀孕，五号玩偶，六号
蟑螂。哎呀，好像啊。七号肥肠，八号鸡蛋，九号蛋糕，九号蛋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蟑螂，卷饼，小狗，高跟鞋，脸谱，梨，沙溢，哎，孙悟空，孙悟空是方的吗？龙，沙哥好像龙。二十九烤串，三十柚子，啊，柚子，柚子，柚子，这是三二一，柚子是啥呀？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知道是啥。柚子是柚子，没吃过是吧？啊，主要靠抢，你主要抢，你我告诉你答案，你听我的，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，我也知道。行，请问十五号高跟鞋正确，请问二号答案是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你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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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别说。三，我糖葫芦。二，一，错误。鸡飞蛋打，正确。哦，这就这么一个，你看看，他就明白。请问四号答案是？华玉，正确。你这个话最好。十八号答案是？梨子，水梨，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柠檬，正确。请问十号答案是？我的回好快啊，还慢了吗？卷饼，正确。耶，继续啊。请问，好了，你回答吧。你说一说，抱歉。请问七号答案是？肥肠，肥肠，正确。七号肥肠，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？你肥，我看懂了。请问八号答案是？葡萄，不是，鸡蛋，正确。呀呀，哦，二十五号答案是沙哥，孙悟空。正确。二十八号答案是白鹿，啊，沙哥。白鹿是比我拍的，我手跟不上。我们这儿有拍，有替拍，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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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站，我站姐。站姐。不是我。二十八号答案是龙。拍替拍。龙。正确。最后一题，请问，开，十六号答案是洋娃娃，正确，输了吧？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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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败犹荣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恭喜这一轮胜出的是蓝队，耶！所以在这一项任务当中，蓝队可以暂时获得十颗人参，粉队获得五颗人参。灯火里的麝香，灯火里的麝香，好，我好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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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班了啊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钟了，上钟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尴尬？对不起。场地中央有两面灯墙，率先点亮整面灯墙的队伍胜出。整面灯啊？啥意思啊？咋点的？灯火里的麝香，每队派出两个人，均在起点处就位，按下按钮，两队初始灯亮起，放开按钮，灯熄灭，成员需要接力将未亮的灯点亮，率先将所有灯点亮的队伍获胜，三局两胜。这么多啊 ！What？ 天哪，靠记忆啊！
有香菜汁吗？真的 thank you 了，真的我记不住。那我每个都按一遍不就行了？哦。全部按一遍，有些这样都被你翻篇了。好，你一会儿就这么玩。大家听懂规则了吗？都听懂了。因为这个的时间简直是争分夺秒，所以一定要听懂规则。简直是，这个规则简直是争分夺秒。我简直有吓到我，真的是。咱们简直开始吧。简直在等什么？简直是真的了，是都简直了。请两队快出你们第一轮要出战的两名队员。谁来？那肯定让深深来啊。我为啥呢？你够不着啊。可爱你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俩可以一对，正好他摁上来，你摁下来。不，可不可以帮忙抱起来？我可以点到最高的。真的吗？你试一下。我就在你背后啊，你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帮助你。我可以。瞧不起谁呀？哦，可以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走走，回家。我虽然很小只，但我也没有这么小只。请两队就位。走。加油。走。加油，他们俩不行，他们俩弱。谁们俩不行啊？我在那儿就听着了，他说咱们俩不行，他们俩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谁俩不行？不行不行啊？这俩弱，这俩弱。这俩跑不动，跑不动。这俩基本上在他们组里后队里混日子的。不要轻敌。我右边，好吧，好嘞，来来。轻敌。你俩竖排记，你从左边开始，对你从右边开始。我是这样子。两到三排吧，不要太小。两排就好。点亮灯墙，第一轮，请准备。3 2 1，信誓旦旦，他双个双手操作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，加油！哇，漂亮！谢。都是双手操作，厉害！哇，左右脑很平衡。哇，我们是赢定了，就赢定了。你不，他不用摁就知道。哇，那好厉害。跑快点，哥！哎呦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！啊，很稳，很稳，很稳！慢慢来，还有机会再检查。漂亮，秦霄贤，秦霄贤太牛了，加油，老秦！
老秦记忆力很好。老秦太牛了。测的太强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咱这都难呢？咱这题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能考。哎，这题没有啥区别吧？两边是轴对称。怎么办呢？白队的信心已经。换场地，换一下。请第二组队员就位。咱一排横排横排记行不行？我觉得数是好，基本上就是两到三排一记就行了。或者咱都从左边都可以。算了，我从右边吧。可以啊。嗯。那你是记什么？我记编号嘛。你比如说第一排是256，第三排是35，对吧？你只要把256和35记下来就好了。是是是，我觉得这个好，记数字好。你只要把数字背出来，你就能数了嘛。你从这，我们俩一个一个往中间。我就右边，你就左边。对对对，你这边，我这边，我们一起往。3 2 1 1，看到
全亮了。漂亮，白鹿。加油加油，没关系。白鹿，你在装修吗？不是啊，八十。好像错了两个。没事没事。好像错了两个，错了两个。漂亮漂亮，大长腿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有一次，啊，记不住了。我收了他，来了，宝贝儿，加油！加油！我收了他，收了他们。今天都录完了还没关系呢。因为三儿最后不还是摇那个吗？妈，咱咋都输了。鲤鱼村的风貌也领略了渔民文化，接下来任务将决定今晚千岛湖住宿房间的好坏。哎呦啊，过目不忘。成员们一对一对进行对战，按顺序记住面前出现的词条，当感觉对方记不住时，可以敲锣让他进行答题。如能准确按顺序答出，则对方胜；反之则自己胜。能谈愉悦北京烤鸭，就是我们俩比记忆力，其实对你们两个记忆。那他对方没有答出来，本人也要答吗？如果凯哥没答出来，那坡就胜出了。啊，懂了，来吧。从那个晨哥、沙哥先开始吧。我们两个很尴尬的，我也是已经坐热了，就从都是从我们这老的记忆力不好的。听懂了吗，两位？你说什么？晨哥 vs 沙哥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红色的黄瓜，你闭嘴。红色的柠檬，韭菜，韭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可以捣乱吗？捣乱不是我们的常态吗？我已经第一个我都记不住了。不是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别解释，赶紧说答案，赶紧说答案。第一个什么？蓝色的，红色的黄瓜，蓝色的西瓜。错，是蓝色的多瑙河。让你看。然后呢？第二个是红色的草莓，黄色的草莓。他说错了。不是，这捣乱，就他们这个。那我咋记住了呢？他们离我还近，比他更近，就在我耳朵后边，我都记住了，对不对？我咋记住了呢？
我认输，我认输。沙哥得一分。复活。复活。你们一会儿等着啊，别着急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以后我连眼睛都给你们捂上，我让你们背。我们可没有肢体碰触。李晨沙溢，第二题。陈哥一脸气愤。这个有点难哎。可以敲了，快敲吧。可以敲了。黑色的葡萄，白色的那橘子吧，橘子是吧？粉色的荔枝。哇！满最后有红色的苹果。对了，回答正确。耶！天哪！这回你们不捣乱了，都是我的好朋友们。宁宁太可怜了，我站你，我站你这边。下一组。白鹿孙怡，第一题。成语。这看不见，你不要说话。你这明目张胆的说我怎么好呢？还是接力的，还是？那他是接着的。对，还是接着的。能从可以敲了。这个出来可以翘了，还不翘，还不翘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忘了，反正我已经忘了。第一个词是什么来着？明目张胆，胆小如鼠，鼠目寸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。没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成千上万。哇！回答正确。耶！厉害厉害！哇！上难度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锁水滋养睡眠面膜，锁水滋养睡眠面膜，锁水。哇塞！哇塞！妈呀！不是连连完，第一个过去了。这给男生就废了。红色液体磨砂口红。后门，敲敲敲敲。哎，我们俩是一起敲的吗？一起敲的。孙怡，快一点。啊？这个也算吗？这个算的。淘汰我吧。一个字儿都没看见，所以孙怡胜出。孙怡能说出来吗？锁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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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水，滋养睡眠面膜，红丝绒蛋糕，蛋糕，红丝绒柔雾哑光唇釉。啊？啊！这是什么新品啊？你代言的，像装修的，像搞装修的。不会。下一组，凯哥，坤坤，第一题。这啥？这啥意思？打哈欠。干扰吗？干扰。干扰，声音感。是的。答案都掉了，掉了，拜拜。呱呱呱呱咩咩，汪汪嘿嘿，呱呱嘎嘎。等一下，汪汪嘿嘿，呱呱，等会儿。
嘿嘿。和哥哥。哥哥。哥哥。我哥哥。没有啊。回答错误。来来来，其实刚刚我都记住了，就是他那个板掉了，我心疼了他一下，然后就忘了。请问掉的那个是什么？嗡嗡，呱呱。他们这个比较简单。还能记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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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敲吗？还能记？快敲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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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什么语？这个是说蒙古语呢？怎么？阿萨杜古的嘎达嘎巴，阿萨杜古南扎喵旺嘎，把我说的这个 double 一遍，阿萨杜古南扎喵旺嘎。你把它分解出来，完整的说一遍。阿萨杜古南扎喵旺嘎，南南扎扎喵喵旺旺，嘎嘎，嘎嘎。确认吗？哈苏都古南扎喵旺嘎，还有渣渣，渣渣对渣渣也有，对有渣渣呀，有渣渣。哈苏都古南扎喵旺扎嘎，还有个嗡嗡吧，有吗？完了，好像有个嗡嗡。有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确认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坤的回答是错误的，差一个嗡嗡。我尽力了。所以现在的比分是2-1。完事了。没有悬念了。复活，复活，复活，复活。Baby 深深，嗯，挡我了，挡我了。给我找了个这么强劲的，我这个真不强，我跟你说。Baby 深深，第一题，白鹿，白鹿，这人名好记啊。怎么贴了个沙溢的脸？这不能换点新的照片吗？是他的照片吗？周深的。杨坤，杨坤，杨坤，杨坤都来了，从杨颖到杨坤，杨迪，杨迪。杨家将出来了，杨洋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敲了，深深，敲他，敲他，我可以答这个问题。完了，最后这一摞给你惊得想不起来了。白鹿、孙怡、蔡徐坤、沙溢、杨颖、杨坤、杨迪、杨超越和陈子山。杨，确认吗？对，那很遗憾，回答错误。你怎么想到的陈子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一题 ，baby 胜出。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。完了，改记歌词了。
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爱你孤身坐暗香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哦、oh, 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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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谁先敲的 baby 先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在遇万吨光芒穿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离我而去，穿哦、oh,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然后后面是怕你飞远去我只记得后面唱的那两个了，下一个是啥呀？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那再下一个呢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这两首歌都不是你那年代的。十八岁的歌，十八岁的歌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。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，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十八岁，每答对一题积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啊，太难了，随机的喂，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了。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。哦，是我们里边的谁的十八岁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老歌统一，就是报这二位的。Thank you 啊，Thank you 啊，好猜好猜。那你应该是一二年，我一，我觉得可能还有可能。我一零年，你十八岁是15。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四首歌里面挑选一首。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三首里再挑选一首。好，好，那十八岁的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。八岁的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什么歌？去，出去！哎哎哎！李晨儿，哎，干嘛？快点，出去！哎，我是维持秩序的啊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。我们知道。那咋的呢？那咋的呢？知道。龙飞说，龙飞说，凯哥，这啥歌？走走，走，给给点提示，什么歌？给点提示。给点提示，不放了吗？不放了，走。才放了两个音符。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能听见？你能知道啊？ 我知道啊。来，你来。啊，走，我们队都走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宠爱 TFBOYS， 然后是卓璇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Yeah! 你咋都没听说？咱是一个年代的。我害怕不明白，我把这首歌唱好了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缓缓地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没听出来呀。第二题，请出歌。马天宇。好，让你让你。马天宇该死温柔。对，是的。谁的十八岁？是你的吧？我说一个就行。他不是我们队。傅龙飞的十八岁。错误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他马天宇十八岁，差不多吧。马天宇该死的温柔。
你刚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说的是陈哥的。周深的十八岁。回答错误。啊？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，是个女生版的？是他的，是他的吗？前面就是这一版。好，马天宇，该死的温柔，是 Bibi 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，让我心在痛在在流，这难过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，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。你这样，下次你抢第一个，我排你后。先抢再说。对，先抢了再说，咱自己补充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听歌。先抢啊，抢，抢。但我真不知道这个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。你先站那听吧。干什么？龙飞，你先站那听，还没上。你不行。哎呀，好熟啊！啊，不行，继续去。我知道。插队，插队，我后边去。我这带牌，我告诉你，还带牌。我滴滴带牌回来。你这知道？你这公共厕所在这儿？拒绝黄牛啊！听都没听过。电视剧的歌啥呀？啥呀？我不能告诉你吧？可以，我要告诉 baby。咱俩他是别的队的。他是别的队的。何哥，请回答。跟你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错了。你告诉我，不太记得歌手名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凉。排队排队，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男偶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你这儿来来，你排队。凉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凉了，凉凉也是。张栋梁，哦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张栋梁，谁的十八岁呢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，导演。你就说我吧 ，baby 的十八岁。错、啊，错了，再见，下去，再见，下去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周深的十八岁。错，哎呀，我还没生呢，那个时候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为什么是哭腔啊？白鹿的十八岁。错，我跟白鹿是一个女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傅龙飞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张栋梁演唱。没法玩了，能不能把周深开除？我来帮一下你们吧，我给你提答案。你再回答，我就给你扔湖里。好吧，没事，我可以变成大鱼。第四题，请出歌。我先给你们排掌。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。这个不行，这前奏听不出来。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。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？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？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咱猜年龄就行了吗？听他说歌名。这歌有点小众啊。我知道。这人唱歌的人是谁？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。等一下，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，排除是我，是我的，我绝对不是你。白鹿，不，绝对不是，我觉得是他。卓璇，卓璇，回答错误。然后我猜，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《法海不懂爱》。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我的十八岁。错误。陈哥的十八岁。喂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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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飞，谢谢龙飞。白鹿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白鹿。哦，才十八岁。我刚说的是哦。什么都会呀、啊，盘点歌喉，绝了！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。
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杨千嬅，凯歌的十八歌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孙燕姿 Baby 姐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角落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Baby 姐。回答正确。沉默也痛，遗憾是会呼吸的痛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黄丽玲，对，都是那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。说，白鹿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。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啊，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我是被你扯走的，你扯掉的。哦哦哦！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们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应该是囚鸟。是谁唱的来的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啊。这是那个女生的男的。女的，女的。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囚鸟。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，后面都是我们的人。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你不知道是谁？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彭羚。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。正确。哇！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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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羚。彭羚。彭羚哪记得？哇！六六六。六六六，真的六六。谁的十八岁？你的十八岁。沙哥的。没法玩了，这比分太悬殊了。我听歌太专一了，只听周董。只听周董。真的太专一了。那下一首啊。说的秘密，周杰伦，我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你说再见，渐放下会走更远。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，还是很好听啊。哦，是那个电影的时候。对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。日期提起来了。九妹，哎呀，不像歌手。啊，九妹，歌手是？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们的是吧？这个是沙哥的强项。九妹，歌手是黄鹤翔。哇，可以简答案了。你别打我，没说，不不代表我说错。李晨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、哎、我不知道这个歌手。
你俩不是一年了吗？一年，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。是李晨和沙溢的18岁，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。谁说的？我可不是专业歌手。我也不是专业歌手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们俩。我错了，我来。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躺赢。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。我觉得词儿不能太多，难记我们。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唱一点？1001个愿望。这个慢。我们1001个发片吧。发片。我们贯彻到底，已经改编好了，对吧？人家关键今天要没有发片这个词呢，我们也可以写进去啊。我们要写进去啊，我们一定要写进去，而且第一句一定就是要唱那个发片。好。来，请绿队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去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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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两队的歌曲现在都已经决定了，那么在接下来的路上，大家就可以。